公积金贷款条件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一、申请人在申请贷款前6个月及以上，按时足额连续交存住房公积金，且申请贷款时公积金账户处于正常交存状态；二、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有稳定的经济收入，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和意愿。三、申请人个人征信情况良好，符合中心征信要求。四、有在本市城镇购买住房的真实交易行为，具备房屋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确认的购房合同和协议。五、同意用所购住房作为贷款抵押担保。六、已按规定支付购房首期房款。七、贷款申请人夫妻双方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余额。八、住房公积金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。